如果你去买电脑，一进到店里询问店员，店员最常问你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类型的电脑？”或是“你打算用这台电脑来做什么？”而不同类型的电脑，例如笔记型电脑、桌上型电脑或平板电脑等，如果是以用途来做选择，如。 玩游戏、写程式、文书处理、画动画及编辑影音等。那上述的用途中有一个很重要且值得去思考的问题，那就是电脑的运算效能。所以这个章节我们学习以几个指标来评估微处理机的效能，其中。 包括 CPU 的效能指标、I/O 效能指标以及机体效能指标。章节最后，我们也来跟各位介绍一下非常有名的摩尔定律，它是简单评估半导体技术进展的一个经验法则。微处理机的系统效能。 主要由整个系统的软硬体架构、运算速度等因素决定。系统效能所关注的是执行成效，而如何客观取得微处理机系统效能资讯呢？则有赖于让微处理机系统在长时间执行不同复杂度的应用程式与。 计算数据后才能决定，而 CPU 是电脑系统内部最重要的部分，它的能力强弱决定电脑的运算效能。所以说，越高位元的 CPU，它能够处理资料的速度相对的也就越快。但是，我们除了考虑 CPU 的运算速度外， 还有一些地方也是需要去考量的，那就是记忆体与 I/O 的效能和 CPU 与记忆体跟 I/O 间资料传输的速度。一般来说，CPU 一次所能处理的资料位元素，也就可以客观地区分 CPU 的效能。例如， 三十二位元 CPU 是指 CPU 拥有每次处理三十二位元资料的能力，所以执行两个三十二位元数值的运算一次就能完成。如果改为运算六十四位元的资料，则需处理两次才能完成。因此。 CPU 每次能够处理的资料位元越多，表示处理资料的能力越强。除了评估 CPU 速度、判断资料位元数外，还可以使用 MIPS 与 MFLOPS 这两种计算方式评估。MIPS 是指。 CPU 每秒钟所能执行多少百万个指令，单位为十的六次方指令秒；而 MFLOPS 是指 CPU 每秒钟可以执行多少百万个浮点数指令，单位为十的六次方浮点指令秒。 而后者常用于科学或工程计算机评估的依据。接下来我们谈一下 CPU 的时脉。可以这么说，处理器时脉速度决定 CPU 检索及解译指令的速度，它可协助电脑更快速完成更多的任务，而。 核心数与执行序，我们在上一个章节已经有介绍。越多的核心数及执行序，相对的效率也就更高。CPU 中快取记忆体是为了加快 CPU 读取资料的速度，也是为了给记忆体一个缓冲期，因为 CPU 的运算速度太快了。 光靠记忆体读写是完全跟不上的，而 CPU 快取记忆体的资料交换比记忆体快多了。大部分的时候，CPU 可以直接从快取记忆体读取资料，找不到的话，再从记忆体里去读取。 这样可以节省 CPU 读取记忆体资料时浪费的时间，而 CPU 快取记忆体可分为三类：一级 L1、二级 L2 和三级 L3。CPU 在实际资料读取中，重要的是一级。 因为一级的速度最快，二级其次，三级则最慢。综合上述几个评估效能指标方式，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先了解，也就是上述效能的比较是有前提的，那就是 CPU 必须是相同品牌与世代才能做比较。 另外，以指令平均执行周期及命令级架构，也就是 CPU 可支援的指令数目多寡，也是常见评估 CPU 效能的指标。I/O 效能指标是衡量电脑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操作效能的度量。 这些指标可以帮助评估系统的性能表现以及有效率的管理资源。常用频宽来评量，也就是在单位时间内能够从储存设备读取或写入的传输量，通常以每秒钟可传送多少百万位元组。 单位为 megabyte 秒，频宽越高，系统就能够更快速地进行大量的数据传输操作。通常 I/O 装置与传输协定都有传输速度的限制，相较于 CPU 是慢的非常多。而如何解决速度不一致的方法？ 我们会在后面资料串并列传输章节里再跟同学详细介绍。机体常见的效能评估方法有机体频宽与机体存取时间两种，而机体频宽是指处理器可以从机体读取或。 储存的速率，机体平宽通常是以 megabyte per second 为单位表示。机体存取时间又称为机体存取延迟，是指从 CPU 发出存取机体的指令到实际从机体模组中读取或写入数据所需的时间。 这个时间通常是以奈秒为单位，是计算机性能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目前常用的双通道机体 DDR，其总频宽是以下列的数值之乘积：基本低润的时脉频率乘以每分钟。 的资料传输次数，那么以 DDR 记忆体来说是两次，也就是乘二，再乘以记忆体会流排界面的平宽，以 DDR 的界面通常都是六十四位元，最后再乘以界面数量而得到总平宽的数据。 而目前，电脑通常使用两个界面来实现一百二十八位元汇流排平宽。摩尔定律，又称摩尔法则，是由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于一九六五年提出的观察结论。该定律。 预测了机体电路中可容纳的元件数量将会每隔一段时间翻倍，而价格将会降低。而这个观察为现代计算机和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摩尔定律的原始表述是：机体电路上可容纳的元件数目。 大约每隔十八到二十四个月会增加一倍，同时价格会降低一半。这种趋势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开始面临一些物理和技术上的限制。 摩尔定律的核心概念是：微小的晶片上可以容纳的元件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将促使电脑性能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这种发展驱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快速进步，并支持了移动设备、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 这张图是摩尔定律与英特尔 CPU 发表时间及 CPU 所容纳电晶体数量的一个关系图。各位同学也可以从图中来寻找一下各个 CPU 发表的时间与当时所容纳电晶体的数量是不是符合摩尔定律。从一九六五年当摩尔提出预测时。 当时每个 IC 内的电晶体数目约五十个，而一九七一年 Intel CPU 四零零四发表时，其内含的电晶体数目就增加到两千三百个，而一九七六年八零八六上市，当时该 CPU 内所含电晶体的数目就提高至两万个。 本单元已经介绍完毕，希望各位同学对于处理机系统的效能有所了解。感谢各位的观赏，我们下个单元再见。